二哥的关系，根本不想跟你计较。有时候觉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。可是小妹妹，你好好想想，我苏金北在演艺圈这么多年，如果没有一点自卫反击能力，能有今天吗？我之前是真的不想管你，如果我真的反击的话，你能扛得住吗？苏小姐，我今儿在外边请客，你要不跟我们喝一杯，也算给哥打打场子吧。这个有完没完了？这位兄弟，手拿开！哎，我说您，服务员，我就进去看看家伟，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。哎，思聪姐，今天本来我也要用场地的，是听说家伟在这儿，我才把场地让出来。我去看一眼，不过分吧？我不想再做那个被金贝姐一直保护的人了，我想做一个可以一直保护金贝姐、照顾金贝姐的人。所以，金贝姐，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你说先让我好好演戏的吧。啊，苏金贝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就是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最好呢，我们还要再加几滴柠檬。有个男人啊，苏金北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你们不要误会，这位男士呢是我新请的司机。哎呀，我今天忘记跟他说直播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